可口可乐与中国领先的生活服务平台美团点评合作，推出中华美食三十城非凡寻味之旅品牌战役，双方挖掘三十个城市特色美食，特别是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美食，定制三十款城市美食罐，让更多中国年轻人借传统美食文化，建立可口可乐品牌与中国传统美食的强关联，打造佐餐必备饮料标签，提升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和销量。线上用科技大数据传递三十城传统美食情怀，线下联合万家城市风味餐厅引领畅爽体验。消费者打开美团 APP 或大众点评 APP AR 扫描冠身，即可解锁对应城市的美食故事，还能基于美团点评海量大数据获得所在位置的城市风味餐厅推荐，领取可口可乐城市美食罐加一元赠饮券及美食现金好礼，随时随地到店体验。线下招募上万家优质风味餐厅，铺设城市美食罐物料，引导消费者凭券加购可口可乐，开启新一轮扫罐行动，畅饮可乐，畅享美食，形成线上线下沉浸式体验闭环。中华美食三十城非凡寻味之旅品牌战役持续四十天，总曝光量超三亿次，活动点击浏览量783万次，引发超过1100万次扫罐互动，奖券领取量达911万多张，领券转化率高达43%，到店核销超186万张，核销转化率高达20.5%，掀起全民扫罐购瘾热潮。